我是公安列车团的百姓呢，五月207次哦。5月25号，那个7:10他被劫狱，板南线南港站哦，他被劫板南线南港站207次，看到南港站的高年线刚刚的时间后。黄亚东医院由 C3-21-119-120 编组，我刚亮相刚刚好时间以后在南港带昆明上面的南方。